大家早，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。那今天是星期天，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期。那我的假期呢，等一下的活动，可能因为女儿来山上度假，所以等一下可能中午或晚上吧，会到外面呢打打牙祭。所以今天呢又是我的放假天，那当然就在家里面呢鬼混了。那看起来整个天气呢还算不错。今天的虽然是风和日丽呢，但是温度显然是在山上的温度显然是有点下降，所以感觉上很舒服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咯。OK， 然后因为有人问到我秋葵是怎么样收集它的种子。那秋葵我正常来讲，它这个是它的秋葵的种子的芽，荚就是原本我们吃的秋葵。那这时候它在小的时候呢，我会给它做记号。然后等到它颜色又转成这样的时候，我就先给它做阴干的方式。那这是昨天呢，阴干完了以后解剥下来的种子。那这种子呢，可能没有很干燥。那你为了让它要过冬，所以我正常来讲呢，我会对这个种子呢，我会再给它放一点时间，然后再装袋，然后再写时间。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秋葵留种的一些基本的方法。那我想这样你应该可以理解我的秋葵留种的方式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去看其他的咯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个呢，这边是我的疫苗区。那这一次我疫的苗呢，分为好几种。那现在已经长出来的这个呢，是属于所谓苋菜。那右边的这一边呢，这一区呢，长出来的部分呢，还没有发芽的部分，这是属于皇帝豆。那左边的这一整排呢，它是属于那个，我想想看，比较高大的植物，应该是苞谷。那右边，下边的这一区呢，是属于我的那个辣椒。因为辣椒我今年想做辣椒酱，所以我想说再培植一次。那苋菜的部分，因为上一次种植直播的时候失败，那我在想它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被虫吃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就这一次改做疫苗的方式，再来移植到菜谱去。那以上这个是另一个新鲜事，也就是我的疫苗。那以后我会持续的介绍这个部分，等到它到菜谱为止。